我最大的理想是可以维护生态多样性，让环境能够有序经营。老灰狼记忆力不好，农药太多背不起来。我发现有机没有那么困难，像绿秀园抓虫的能力不错，它可以减少有机资材的使用。很多人觉得有机困难麻烦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体会看看，自己种得开心，大家吃得也安心。